疗已经发展了10年，现在弄不动了，我们也快70岁的人，哪里弄得动他？他走路也不会走。他人已经不认识了，他现在就认识我，他现在有的时候其实我也不认识了。记录生活，见证时代，欢迎收看纪录片编辑室。我们在医院的病房里经常可以看到护工的身影，他们主要负责为病人翻身、按摩、擦洗、喂饭、倒屎、倒尿这些工作。来自江苏盐城的贤家军和周扣琴是一对夫妻，年轻的时候啊，贤家军只身来到上海打拼，聚少离多就成了夫妻俩十几年的生活常态。一直到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妻子周扣琴终于也来到了上海，夫妻两人一起成为了长宁区精神卫生防治中心的护工。那么这对护工夫妻的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他们身边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贤家军夫妇的一天开始得比大多数人都早，因为老人们大多有早起的习惯，协助老人排便、漱口、洗脸、梳头是他们忙碌的开始。这里是位于上海西侧的长宁区精神卫生防治中心，在这家医院的四病区收治的全部都是病情相对严重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老年痴呆病人。由于这些老人大多都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因此这里60位老人的照料工作几乎都落到了在这里工作的14位护工身上。是最早期的表现为记忆力减退，东西容易遗忘，比较后期一点的就是家里人有的时候能够明显感觉到父母亲不认识自己，还有一个就是知情功能障碍，最简单的那种穿衣服啊、刷牙洗脸、吃饭都没有办法照顾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大小便啊，明明你就像老杨喊一会要大便，给他上马桶，上马桶什么也没有，接手到这地方时间不长又打下来，不知道，你就像那个太监铺上也似的，他们没有这个意识。贤家军今年53岁，是这批护工娘子军的领班，大家喜欢亲切地叫他贤师傅。贤师傅病房里的5位老人，有的是因为家人工作忙，没有精力天天照看，有的是子女已一把年纪了，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他们的生活起居都由贤师傅一手包办。哎，你等一会我来问老杨家秋文这个家。虽然不用吃流食，但大部分老人吃饭仍需要贤师傅一口一口的喂，他们大都嘴不能说，手不能动，所以吃饭的速度都由贤师傅掌握，时间久了他也摸索出不少经验。面条对不对？所以说他媳妇吃面条你打到他就跟你反抗，他就不吃，像他媳妇吃粥你打面条他就不，他也是的，他马上就不高兴了。不过他还是会偶尔想起初来乍到刚做护工时自己和周阿姨手足无措的样子。他可能一个月吧就是瘦了好几斤，我当时我也瘦，你想你喂饭的时候就是跟他面对面喂饭的时候，他一下就是碰面一打能打你母女都是，有时候搞大便他这个手啊就是抓的到处是大便，有时候对你身上啊或者脸上，我的脸上有一次就是都被他们老年人就是搞上大便，我都不知道，可能是其他同事跟我讲说你看看你脸上是不是大便，我都不知道。
再张开来，再张开，怎么张开来？要喝水不是要喝水吗？你想喝水吗？想喝点水吗？喝水啊。啊，想喝吗？我想喝茶。有茶，但是有的有的。你想睡觉吗？要喝的，不睡觉，我不睡呀、啊，不睡你鞋子脱掉了。嗯刚来的时候后来就要带他们洗澡，我们真的不好意思带他们洗，不过没办法，你做这个工作嘛，也就这说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有这个生这个毛病嘛，如果说他们知道的时候也不会到这里来。自己想象嘛，他们事情都不知道嘛，跟小孩一样的，我们想象也就无所谓了。贤师傅和周阿姨在这里做护工已经8年了。贤师傅告诉我们，做护工相当辛苦，每天早出晚归，甚至连周末都没有休息。不过这些都没有难倒这对夫妻护工，但是最近他们却为了要不要继续做护工有些犹豫。原因是这两天在苏州的儿子儿媳不断打来电话，说小孙女频频生病，希望两位老人能辞去医院的工作，去苏州帮忙带孩子。我那个媳妇她也是那生前二十二三岁吧，不管怎么样她啊，就是带小孩肯定是没有经验，又不那个两位那个地方她就好像就是小孩吵啊闹啊，对啊，她就受不了，后来她就叫我儿子叫我们一起到苏州去，意思等于我们也不需要你苦那个几个钱吧。知道自己的孙女生病，作为爷爷奶奶来说自然是相当牵挂，可儿子的这番提议还是让夫妻俩左右为难。你在外面打工嘛，总会打工，小孩子一根一条，这过得吓人嘛。80岁的翁老伯是1年多前搬来这里的，对贤师傅来说，让翁老伯吃饭可是个大难题。因为脑部病变，翁老伯基本丧失了表达能力。好吃吧，老翁同志啊，好吃啊。后来还是通过向老伯的女儿取经，才摸索出让老伯吃饭的办法。这个老翁啊，他吃饭很挑剔，每次没有肉松啊什么他就不肯吃，他女娃经常买点肉松，自己就是他女娃这几天没有来，也许有其他事情吧，肉松也没有了，我早天带他去买点肉松，毕竟他饭就不肯吃，每次吃饭还要哄住老翁，对吧？哎，对对对，老翁同志最好来。挑食还不是吃饭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因为老年人消化功能减退，咀嚼功能也不比年轻人，对于老头老太来说，大块的食物尤其是肉类不容易被嚼碎。有些老年人如果仍然保持着年轻时狼吞虎咽的习惯，就很容易噎着，稍不注意生命都会有危险。你像这些老年人假如就是吃饭一哈一老了，就是一老以后，那你必须要有男的，女的是不行。他们不管怎么样是女同志，他们力气是很小的。那我们就是必须要把他头要，就是脚要上，就是收起来，走后背慢慢扑，把他就是什么手啊要带他扑下来。女同志是根本弄不动的。我家这里8年，最起码救过人有10几条命。1、2、3。上马桶好吧啊，把我包住，把我人包住啊，1、2、3，包好了啊，哎，老人最好，这个
哦，你手送啊，手送，手送，快，这个手送，别的弄不来来，手送掉，哎，对，这手也送，把五人抱住，哎，对，抱住吧，哎，对。吃后腿，每次我给他洗澡或者上马桶，他这个两个手把这个标住的，我还要把他人抱住，还要带他手一个一个的弄下来。有时候听话呢，基本上他老像这样的，我，费劲，肯定费劲这样的，每天面对这些老人，贤师傅对他们已经像家人般熟悉了。怎样与他们交流，如何让他们开心，贤师傅都有着足够的经验。时间一长，家属们也都感受到了他的用心。对护工来说，这份来自家属的信任十分来之不易。未来我带一个那个都四十一床，四十一床，这个是宁波老太，他这个人很精，就是很讲究，因为他刚来的时候到这来，每次喂饭他用别把那个碗就是画成记号，要打多少，而且还怎么样，就是那个吧，而且每次来他基本上是哪天来一次，有时候每天都来，来的时候他这个鼻子啊到他老头子这个头上闻，看有没有气味，这很好，因为他总为人家刚来对你不放心，究竟看你做的干净不干净，或者服刑不服刑吧，对呀，过后他也对我很好。尽管在一处上班，贤师傅和周阿姨却各顾各，不过这也很正常，通常他们一天就在吃饭时碰两次面。人家有的家属说每天来，礼拜一来，礼拜二来，有的呢就是每个礼拜二来，那有的家属呢就是刚来的时候，那他就这个样，就是今天来一天，明天特你的再来一天，人家就是来了解你，看你是什么情况，对吧？范老师，你吃吧，拿两个给你哦。像我们这个五常嘛，刚来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有时大便小便都弄在裤子上，一样都不能自理。就是跟小孩一样的，就是我们真的把他当小孩一样的，就是吃饭要喂，